整的真板着，嗯，整的真板着呢。一会儿咱看看刘哥的那个洗衣机，刘哥简单收拾收拾。他这好像都根本不用收拾，多板着。是他因为洗衣机那块放着行李箱呢，可能。哦。那手使不上，你手，姐手坏了。是不是手错了？就是拉了一个行李箱过来，还上飞机啥都是别人帮那个往上放。断了吗？是手断了啊、哦！嗯、哦天，刚刚恢复好就来提房车了。哎呀呀！开灯，开灯，能不能进门呢？没事。这个呢？那个没事，那个挺好用。你看我，那我直接就挂在那个。那底下挂钩哪来的？配套的呀，都是一套的呀。小盒子，盒子里边都有。我一看，那咱那咋没有呢？每一套都有。没往上按。对。这不是一个就是纯装饰的，还能用的。嗯。那个鞋。你把鞋收一收，那个地方那鞋。等一会儿，我把这个拿走。哦，那个茶盘我也用了。看刘哥就往后面一趴一指挥，把那个收那个收收。问题是我在这跟着灰头土脸的弄了一个月了。这边装啥了？梯子。梯子这块前面是放那个便携马桶的地方，嗯，这边放梯子还空着呢。这边下面这个箱子怎么办？那个搬开，我给搬。我搬就行了，你放那就行了。让他搬。对。你下来吧。我可以下来了。穿上鞋，下来吧。咱们来看看刘哥的这个洗衣机啊。好的。看看洗衣机转起来之后，全车跟不跟着一起晃的。这个小刘操作，我不会操作。你不会操作。那不行啊，你不会操作你走了小刘不能跟你去啊，你得学。别再说呀。我没那个啥。完了脱鞋了，脱鞋。脱鞋脱没事儿，都脱鞋脱鞋。没先不脱了，不用脱，不用。哎，不脱了。嗯，到时候你跟这个飞行长小刘过来操作，把这个开关灯呀啥一打开。没事，我来看看啊，先开总开关。嗯、我多少也是玩过房车的人啊，灯带开开，射灯开开，圆灯开开。洗衣机是220的开逆变器，嗯，对，你看啊，看看不用小刘我能不能行？大家看啊，这个是刘哥的这个洗衣机，你把这个放倒呗，放倒更开阔，开阔吗？嘎嘎开阔，嗯，嘎嘎地，这个这样吗？对，哎，这一下就敞亮了吗？这不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洗衣机首先这块有个把手，肯定是能打开的，嗯，你别说还真打不开，哎，能，哎，空间还可以啊里边。是几公斤呢？三公斤的。然后看看啊，电源按住这个，应该就能开机。嗯，咱也设置一个模式，也是新时代年轻人。哎呦，有没有需要洗的东西啊？是抹布什么的？把这个洗掉。行，看咱们这个改车服务啊，还帮这个车主洗东西。用人家的洗衣机。对，把这个放里了啊。嗯。放里之后关上门，洗衣液还没买呢，那就清水洗咱们，瓢洗哈，嗯，开始了，进水了，这没有那么复杂，不用小刘来我也能整，这正常都是正常操作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现在是往里上水的吧？咱看一下咱那个水位表，清水的水位表在这儿，嗯，几乎是半箱，对，不半箱多一点是不是、啊？对，咱们看用完了之后这个水能用多少啊？刘哥水箱是多大的？一百三十升是不是？对，130升清水箱安的海尔3公斤的滚筒式洗衣机，嗯，然后配合这个15分钟的快速洗、嗯，洗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桌布，对，看看能什么结果啊？挺有用的那桌布，挺关键。灯开始了吗？是不是得开水泵啊？刘哥，是不是得开水泵啊？啊？是不是得开水泵啊？第二个，是不是需要开？是，肯定得需要开。肯定得需要水泵，开始了啊，运作起来了，有声音了。你看，刚才咱没开水泵，呲呲的。你这个再近点能看着里面吧？后面看的都是我。反光。还有灰。已经有声音了。我主要想看看它用多少水。嗯、第二，看看转起来之后这个会不会晃动车。对。我手被搭在人家床单上是吧？上次有人提醒我了，说你这新车怎么往人床上坐呢？那关键是我不坐，我上哪儿去啊？人新地板我不能站，新床不能坐，新椅子不能碰。嗯，那咋整？我还得在车里悬空啊！你这啥可唠的？你们俩
那都你看，刘哥说咱俩是跟你说相声，那我就那我也得挨着哪儿啊？嗯，那是不是？那下回咱不行就来个仪式，上人新车之前吧，先洗个澡。嗯。哦，完了搓个大澡。对，搓个澡，完了再上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停了。哎，开始转了，哎。转了，转了，转了。车跟着晃了啊，晃没晃？啊，没晃。刘哥上车，刘哥站踏步上踩了一脚。你看刘哥，你录一下。哎。刚才咋的了？刚才站在踏步上晃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甚至可以说比冰箱的噪音还要小。是的，转起来了。怎么能验证它这个车底晃不晃呢？我去拿一杯水吧。啊？怎么样？行，你拿一个纸杯倒点水。对，你太聪明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是新时代年轻人呢？等我啊，快去。揉起来了吗？没了。来，帮我拿一下，我怕上车一下给它洒了。洒了，你给刘哥包车吧。放在这儿啊。行。你这装的也太满了。基本上是浮溜满。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在洗的时候，这东西转的是不快的啊。然后这样的话，一点震动都没有。咱俩不能傻了吧唧在这等12分钟。嗯。那不是等水干的时候再。不是咱俩风格。现在我就给他让他脱水啊。嗯。哎呀，这搁哪整个碗呢？这是我在这吃饭的碗啊，用了一个月，啊，是一次性碗，但是我用了一个月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天哪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就这一个月就用这一个碗？对，不是用完就扔。对。我的妈呀！我环保人士，真有个性啊！你看人玩好几十万房车还这么节省啊！要不油的麻哈这个碗？对呀、啊。你录了。刘哥在这吃一个月饭，用的都是一个碗。我纠结一个问题，咱提稻壳碗，稻壳碗，嗯，咱提供用这种碗，咱就不是环保人士了。啊，嗯，要这么说，印度人都是环保人士，直接拿手就不用碗。人家不湿纸呢。太环保了。下去了，刚才是往这面偏一些的，现在已经用掉那个，我看这是几小半格吧。二分之一，三分之一格，四分之三，一格。哎，底下是不是开始排水了？嗯，电动排污开着呢吗？没有。不是，这不是排污的。啊，直接下去的。不是直接下去的，是进回水箱的。啊，进回水箱。啊？已经漂洗了一遍了，应该漂洗第二遍了。该第二遍了，是不是？该第二遍了，转起来了。啊。它有点像那个新时代的高铁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运转速度特别快，但是特别安静，科技感十足。是的，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谁安的呢？哎呀，哗啦哗啦响，是里面有一个那个小小装饰物。嗯，两个珠子。对。特别怕把那两个珠子给洗掉。但是我感觉没进水啊。甩着呢吗？这不是吗？不是甩，甩能这么慢吗？第一遍甩完了之后，开始加水洗第二遍。你在那看不着，你得贴着。不是，你这侧着才能看着。这里没水，它干转啥呢？都是这样的。没水也干转？嗯，家里那也这样。里面的速度嗖嗖的。在这儿，这儿，相当快了啊！多少点晃动啊？咱该咋是咋的啊？确实晃点，看，有点晃动。嗯。看这个水。看这个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说一点不没有那啥的啊？多少肯定是得晃点的。这个可能跟那里边放的衣服多少有关系。看，这水是动的啊，不是一动不动的。对。我现在可以停了吧？哒哒哒滴。唱歌了。唱歌就洗完了。哎。甩完了。甩完了，摸摸怎么样？湿的，啊，湿的，湿的对不对？对劲。洗的干不干净啊？行，挺好。那跟房车上按洗衣机没关系，那是洗衣机的事儿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咱不用管它干不干净。对，咱就看它抖的什么情况。洗的时候确实是一点不震，嗯，一点那个什么逛都没有。对。但甩的时候速度很快，大概能有，我看能有20秒钟。就停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但是一分钟在快洗的情况下啊，一分钟都没甩上，嗯，但是甩的时候多的轻微有点晃动，是，但感觉不是特别出来。对，是不是，啊？你要说整个车晃那种，那是不是，那没有那么严重。刘哥能接受吗？这个晃动能接受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在家，我们家卫生间里的洗衣机
他在那儿甩干时候，我都这种摁着。咱家那洗衣机洗的时候都走道，我家洗衣机洗完了之后得上大屋找他去，得推他一下。刘哥赶着说相声了，他还得摁着他，你这搁哪亮上？这得亮一下子了，能行吗？行，完了我看看这个洗衣机完成之后呢，把水拿，把这个先第一步把这个关了，嗯，洗衣机关了，然后第二步把水泵关了，嗯，第三步把逆变器关了，是。OK 了就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别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，操作简单，嗯，还挺实用。反正我是这个出门在外，其实洗衣服挺关键。我比如要出门20天，我这一个短袖就够了，完到家再洗，就是只能自己站住那种。对啊，反正往上一拖，叭就撂地下了。盔甲，那得了就成靴子了，跟人打起来能当武器使。哎呦我天，快把这个留个这个玩意儿。这回在这改装完成了，是不是就不要了？啊，不要了吧？这里还有不少油星呢，给千金当那个汤喝吧。千金给你当汤喝吧，来吧，这里还有挺多油呢。干了以后平整一点。对。拍的时候有点褶。这玩意儿得熨，不用那个弄个不锈钢杯，灌个开水。完啊，当熨斗，可以。那个桌子大，咱这桌子50×80。有生活，不锈钢杯倒上开水，完再拿着，那不烫手吗？不锈钢杯带把吗？啊，带把才行。嗯，我寻思你要是能熨布，不手也得给熨了吗？OK， 完事。这个想装洗衣机的朋友们请慎重，为啥呢？因为刘哥车是5.99米的，对吧？车大，人家车大，你整个5米的车，你说大坤给我装个洗衣机，装是能装，那你睡觉地方都没有了。刘哥人懒，出去不想洗衣服，你简单的衣服就有个洗衣机能给照应一下就行。但是还是挺实用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反正是懒，啊，比较懒，不懒不懒。刘哥在这一个多月，我看着，嗯，一点都不懒，十碗就是一个碗，环保人士。嗯，大家向刘哥学习啊，咱以后也是得注意点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有啥说的吗？环保人士，没有啥说的，保护环境吗？就是从发自内心的呗，自愿的，因为我们以前就胶片时代出去采风照相的时候，拍照片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柯达胶卷的黄盒子，嗯，就在风景的区域里，近的镜头，反正我们都捡，嗯，因为摄影人给造成的。哦，那会儿就已经养成一个有这个想法和意识了。哎，就是在大自然不扔东西。哦，在大自然上不扔东西。嗯，就跟咱们说的无痕露营啊，对对对，是一个道理，是不是？一个道理。行了，学习，嗯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我就慢慢学，也能学点东西，是不是？当然。跟着你往后仰啥呀？我想让你俩都进入镜头。结束吧，多长时间了？4分多钟。嗯。跟刘哥拜拜吧。拜拜。看我们再有这两天再有啥话题，再让刘哥讲一讲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